格外小馆屋顶顶咖啡厅就是店如其名，在一个旧改园区青山玉谷的屋顶，是设计师谢科打造的第二间格外系列餐厅。白天这里是咖啡厅，晚上就是清酒吧。整体装修以暖色调为主，质朴极简，原木质感，充满谢科的装修风格。空间设计充分利用了光的魅力，每一面墙都有窗，让咖啡厅每个角落都能享受到阳光的温暖。木质的地板，柔软的软装搭配，陶器饰品，布艺线条都与光串联融合。最爱的是充满绿色植物的露台，身处其中真的像在花园一样。露台做了部分进退处理，让空间多了些光影的变化，在绿植的点缀下显得格外的温馨。全落地玻璃的阳光房，半窗空间的四人包房，可以供多人聚会用餐。不管哪一个空间看出去都是满眼的绿植。在惬意的下午，和好朋友一起被食物、绿植、音乐、阳光包围，满满的幸福感。